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科学家们发现人类体温正在下降，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，德国医生卡尔从25000位患者中获得人类正常体温是37摄氏度左右，但是在20世纪，研究小组又抽查了148人，平均体温在 36.8 摄氏度。2017年的时候，英国又对 3.5 万人抽查，得出人类平均体温到了 36.6 摄氏度。因为人类体温一直下降，就连原始部落人群也检测了。事实证明，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，是全球人温度都在下降，都从37摄氏度下降到36.6摄氏度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有科学家认为是19世纪的温度计有误差问题，也有可能口腔温度和腋窝的温度不一样。就此，在1992年的时候，一位医生 Philip McWork 测试了一只19世纪的体温计，结果发现就是温度计偏高，差不多1摄氏度左右。本以为问题的本源找到了，但是又有新的数据出现了，是根据同一时期不同年龄的体温数据，上面显示同一时期老年人体温都偏高，那为什么人类体温会逐渐降低呢？有人说是医疗条件的进步，因为在19世纪之前，医学不发达，有很多的传染病困扰着我们，比如肺结核、牙龈疾病等，这些疾病都会提高人体温度，所以医疗界的进步控制住了这些疾病，使得人类体温逐渐降低。还有人认为是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化，环境干净了就没有疾病的传播了，我们的体温也下降了。这些理由虽然很有说服力，但是研究小组还检查了一些生活在院士部落还有感染病的地界，他们的体温也和如今大多数人一样降低了。研究小组也找了很多种情况，但是依旧没有找到人体体温降低的根本原因，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，也可能是其他，只要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，人体体温整体下降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，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